活动呢，其实是跟我们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有关系，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邀请到我们台南市政府民政局主秘陈仲杰主秘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哎，谢谢哈、哦，啊，咱的大湾广富宫，咱的总统嘛是阮的杨议员哈、哦，啊。在座还有咱的两位地委的秘书，啊，个咱的林彦柱议员的秘书吼，啊，陈校长，啊，个有贵宾，啊，个有阮市长室的朱秘书，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啦吼。啊，今仔日吼，伫只代表阮民政局吼，阮严局长吼，特别来参加咱这组的记者会啦吼，啊，嘛伫遐感谢咱的大湾广富宫吼。多年来对咱的宗教文化，因为咱市政府一直在提倡来讲，咱的优质的宗教文化吼，啊，咱感谢咱的大湾广富宫的支持吼，啊，咱所知影，咱这个台南是一个文化的古都吼，啊，咱的庙寺呢是全国上多吼，全国上多吼，啊，开基嘛上多啦，所以这个宗教文化在咱台南市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吼。啊，他另外咱的策展的咱的刘副总干事咧讲吼，大家做爱拜拜，但是咱拜拜的意义倒呢？哦，啊，他另外咱嘛看到咱的囡仔吼，伫遐做古锥，伫遐咧人山顶顶，啊，人山每一个动作，伊的意义是倒呢？哦，顶顶吼，这个文化渐渐一代一代吼，若无继续来传承啊，传承哦，伊会渐渐来流失，所以这个宗教文化是非常的重要。我所以伫只嘛感谢咱的策展的咱的刘副总干事哦。哦，这少年伊就这个心，哦，来拍起这个策展的活动，把咱的文化当渐渐安尼传承落。哦，咱知影进市政府哦，咱的市长阿哥，咱的高等等，对这个咱的艺人、咱的文化，等等这传统文化，伊嘛足重视。所以伫咱的国校内底吼，伊就从小的扎根吼。咱所知影足济，真个艺人，有人写像咱百家奖等等回家。已经甲讲走偏了，但是吼，正经讲百家奖来讲，伊到底伊是一个足神圣的一个殿头。咱所知影，伊每一个伊的面拍面等等，伫阮细汉的时阵吼，阮所看，你要做一个百家奖，你要拍面，你还要再接，吼、哦、啊顶啊过来，伊每一个殿头，伊每一个步伐咧行，拢有意义，伊福气等等拢有意义。但是近来呢，大家拢已经无了解这個，所以这個文化传承是足重要吼。啊！伫遮嘛，拜托咱的公务，因为广富公家吼，咱市政府家一直咧推展这个优质的宗教文化。哦，咱最主要，咱若讲咧游境的时阵，吼、哦，头啊会当减量，唔是讲袂使放减量，吼、哦，为着大家安全甲这环保问题减量。啊，若需要这个鞭炮机的，咱两市长支持一下，那么有买，已经有买18台啊，18台的鞭炮机哦，放伫咱的。各公所啦吼，啊，咱的公所，你像咱永康，你也申请，伊也无够，咱各公所遐拢调的资源，拢会使。哦，啊，若需要，你尽量甲阮讲，阮会合作啦。啊，最后伫只再次感谢大家，啊嘛伫只甲大家报告吼，未来的台南市不只是咱的宗教文化，不只是文化，未来咱的人口发展，哦，咱知影台积电的5奈米甲3奈米拢伫咱遮坐落。哦，啊，因为伊坐落了的时阵哦，经过咱的伊在赖副总统交咱的黄市长落日子啊，哦，决定伫咱遮坐落，嘛拢一定伫啊，一直伫啊咧开发。咱知伊即摆吼，每工台积电伫啊吼，伊呾伫啊咧改工人工来无钱啦。未来带来的商机啊，搁伫啊，按遮就近的咱来遮就业的人是非常的在提供哦，更超过2万的哦。所以伊嘛吸引世界3大的公司吼。要来进驻你安遮，第一用着咱半导体的研发的公司吼，迄是一个荷兰的公司，伊要设世界第一的研发中心伫咱的城市哦。啊，第二用着这半导体相关制造厂商哦，研发制造厂商，伊嘛要伫为着要升啊成本哦，嘛伫咱的南科要设厂，啊，过来就是一间吼生技公司，世界上大一间生技公司，伊嘛用着这個，伊嘛是伊要伫咱的南科来设厂哦。所以等等吼，未来咱台南科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唔只咱台南市尔，唔是台南的咱台湾的台南，未来台湾会当变成世界的台南。所以拜托大家吼，
啊，继续支持咱市政府啊，各项哦，咱的政策的推展，和咱的台南哦，未来发展会较好，更加美满化，更加成功。啊，最后而且嘛，有叫咱这届的大会哦，啊，搁咱这届绕境哦，做着非常圆满成功，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平安，谢谢。谢谢陈仲杰主秘，谢谢。我们台南是文化古都哦，台南也是千庙之城哦。